根据《圣经》下面第六十篇经文第六十篇六十九节讲，我还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我若有告别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不过烧。人若是宽容，人若是有未嫉妒，未做见邪的代志，未坏受气，未爱不义，人若未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做啥？人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。光明的文书是有意义，你是哪里有意义？咱所办的有限。唔过，迄个完全的一路来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无无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这些，阿弥信五万，因来一三人永远存在，伊着上重要的是因来。以上，咱这个是来看圣经两个圣经，第一回记载伫新约。路加福音四章，路加福音四章，咱要对十六节看加二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，耶稣到拿撒勒，就是伊忠诚的所在。伫安尼日，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，就徛伫要读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一所在记讲。我的神灵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福音予送羊人。伊有找我，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会得头白；甲痴盲的讲，因会得着光，得着国光。来头白受压制的人，十九节，宣传主日欢喜的年，耶稣合切，行执事就坐地。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，伊就开嘴对因讲：“这个圣经的应验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？”第二位，咱来看《旧约新约》马可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。马可书第二章十四节：“我兄弟啊，人讲信也无行，有甚物利益？这个信会救伊吗？”老兄弟也是姊妹，无通穿，无通食。恁中间有人甲恁讲，通安灵去，愿恁穿少食饱，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福音，有甚物利益？安尼信也无行，就家己是死。以上，这是来读，就是《马可书》二章十七节，咱来去来读。安尼信也无行，就家己是死。华裔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。